先来看这个云林沿海地区发生真济届有民众去违法倒这营建废弃物，对这发现讲是北部这违法集团透过这合法清运的车队来掩护，把这废弃物再去中部来偷拼。这警方暂时已经逮捕十外人，其中负责人甲司机等等五个人，伫个侦讯了后，已经受到法院的这裁定羁押禁见。鉴警来到土猪场，发现有几啊台大型的机具正在运作，马上要求现场停止作业。先停止作业，我警察。不过正当警方要进一步调查身份的时阵，煞有人趁机会逃走，赶紧看到马上上前来追捕。回来！不要跑！云林警方进前查到几啊台载着营建废弃物的刷车，追查了发现是属于北部偷盗废土的不法集团。鉴警员各单位十六号前往该集团，伫咧台北市北投区的土厨场，也个办公室进行搜索。不法请到废土集团，透过合法具废弃物清除许可之运输车队，沿台61线至本县、海县各乡镇偷盗不法土方。鉴警调查，这个土厨场以运送环保刷的名义，但是实际载运是包括废塑胶、废玻璃、废泰路等营建废弃物，到中部彰化、云林、嘉义等所在沿海偷盗。另外，还佫伪造不实的联单，而且非法雇佣失联的义工，还佫有走漏税等违法的行为，涉案的金额高达1000万。鉴警总共抓到10几个嫌犯，其中车队的负责人、建材行负责人、土主场负责人，还佫班长佮司机等五个人，已经予云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记者云林综合报道。